最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综艺大集合漂洋过海来到马祖，跟乡亲玩游戏送幸福喽！马祖一共分为四个乡五个岛，从北到南分别是东引、北干、南干跟举光四个乡。举光再分为东举岛跟西举岛，就是五个岛啦。想跟我们一起认识不一样的马祖吗？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喽。清境梅花鹿不用去日本，北干打丘岛鹿群满街跑。你看看，你是不是鹿来欢迎我们？往下跑哎！鹿来欢迎我们呢？鹿哎！为什么？今天见到你，满心欢喜的欢迎。哎，鹿队长，欢迎！赞赞赞！欢迎！赞赞赞！我们欢迎你。一群弱鸡竟然跑去马祖跑最硬的马拉松！这个很累，这不行啊！台湾最悍的战斗部队也有人性的另一面。感动哦！加油！哇，好猛哦，瓜哥你好猛哦！现在有没有想跟你未来老婆讲几句话呢？我爱你。好，不，谢谢你的支持。好吗？我爱你。马祖的小朋友超级热情的啦。这批学生今天你看一大早就集合准备欢迎我。好呀。你的布条都做好了。有吗？你看。有布条。竭诚欢迎大集合来吗？你看呢？拍个照嘛，拍个照。来，谢谢。究竟他们还会碰到什么有趣的状况？两天一夜马祖行，保证给大家双倍的欢乐。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幸福好运到，终点上岗了，永庆岛。是的，综艺大集合的宗旨呢，就是跑遍台湾每一个角落啊，尤其离岛也是要来啊。是，今天来到这个马祖很难得啊。哇，马祖，我们现在来马祖哎哦。对，马祖分几个地方，有南干、北干，还有东引、西举。啊，举光叫举光啊。举光，举光要分东西举这样。哦，你在这边当兵吗？我没有哎。那你怎么那么清楚啊？哎，我也来过了，大概四五趟了。哦，你来介绍就好了嘛，讲半天啊。其实呢，你也差不多介绍完了。好，这个其实马祖的由来啊，其实就是我们马祖娘娘啊，马祖林默娘。林默娘，当初是我们是相传嘛哈，他为了救爸爸，还有哥哥，不幸溺毙。对，他的圣体啊飘到这里来了。是。然后呢，但是又被圣体迎回去。把衣冠冢留在这边，衣冠冢留在这边，大家给他厚葬。是，所以这个地方就叫马祖啦。哎，马祖的由来，各位看那尊神像，是全亚洲第一大的吧？28.8尺高，破这个多漂亮，多庄严呐，多神圣，世界最高的马祖神像了。来到这边呢，我们今天先介绍我们的来宾了哈，有江正凯，有于世达，有子逆，有姚密。小姐，哇！一开始就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要来了我们现场，来，小朋友请，哎呦，欢迎你们，哇！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每个小孩子长得你看多漂亮，都有灵气，对，你们今天是要来表演？要表演跳舞啊？对啊，是表演舞蹈啊？表演舞蹈。对，你们团名叫什么？美珍舞蹈团啊。好，那这样我们先欣赏他带来精彩的表演。来，欢迎年轻人充满活力，来，美珍舞蹈团来。是跳那个 breaking 啊，你们好哎，谢谢 rocking 啊。哎，我们在底下看到很多像类似这种娃娃，就是像新郎官一样的。对，哎，他也有背，对啊，这到底是这个是代表什么？你为什么要背这个啊？
老师，老师嘞，来，美哦，美珍舞蹈团的美珍老师，老师来包间。老师，请问一下，是这个神像代表，因为看起来不像三太子嘛？他其实类三太子啊，那就是在我们在当地的话，我们就叫黑鸯。黑鸯哦，海仔的意思哦，因为这个是属于讲他们的母语讲，他们讲好像是霍吉威啊，对，平话，很多话我们不一定听得懂，是吗？对，他叫黑鸯，对黑鸯，对，所以我们要介绍给大家。黑鸯你好，啊，你好，叫什么？那这些呢，就是黑鸯。这个也是黑鸯吗？对，这个是小黑鸯，然后这是中型的黑鸯，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地方的镇头主的那个大型的黑鸯。哦，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说实在我们也没看过。对呀。那今天我们来送点奖金给他好了。哎呦，那玩个游戏好了。玩个游戏好了，一定要玩个游戏。那不如来就热舞大风吹啊！不喊的话抢位置啊！哦，抢位置。难得到了马祖，还见到了没见过的黑鸯，能不一起来玩玩吗？来吧，让我们都穿上黑鸯，玩个热舞大风吹吧！我们也派三个啊，好，我们派三个也是女生好了 ，OK 啊，就这了。瓜哥的突发奇想让大家都穿上黑鸯玩偶，观众朋友猜得出来谁是谁吗？要跳起来哦，哎，众神大风吹啊！哎呦，音乐来了。这到底是谁呢？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大家都一样。怎么有那么笨？对啊，距离也太远了。这个小朋友很淳朴啦。啊，应该是小朋友来。对啊。1、2、3。啊？医生，我没认识人呢。讲述人家，我眼睁睁看着有空位，但是因为他是戴那个头套，以后你距离会抓不准。对，这个就是难的地方。那小朋友已经坐得满满，你还在那边挤，不适应这个头套。你刚刚挤这里跟没椅子，要挤哪里？奇怪的。来，五位请起来，好，稍微搬个椅子，无抢式哦。你们众神大风吹，我扮江南 star。好，这首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起来跳起来。也看不到，他也看不到，大家都看不到，大家都看不到，几乎是用爬的。应该是小朋友，小朋友吧。来来来，来拿起来。哇！其实你有发现那张椅子对不对？没有。没有吗？找不到。那你怎么知道过去爬过去呢？因为他们说有椅子。他，你还听得到他们讲话？旁边看到的啦。啊，那旁边怎么看得到？后面长眼睛吗？后面是真的有挖洞哦，大家看一下。后面是真的有挖洞。啊，你怎么知道后面有椅子？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后面有椅子？那谁跟你讲的？哇！是我们外面在喊，有一张椅子，椅子。那你怎么讲？你有看到那椅子吗？没有看到椅子啊。那你怎么爬上来？对，我只能靠摸的。我肯定要靠摸的。你讲话手势可以多一点吗？因为我们听不太到，好不好？没有表情，那有点喘啊。好，喘喘。而且他的表情这样。对呀、啊，戴面具就不一样了，不好啊，不好找啊。好，四个请起立，四抢三啊。现在很明显的两个艺人，两个小朋友了啊，预备，音乐。哎，怎么办？其实他是最慢到的，对。可他最慢到刚好椅子是空那边等他，你再往后坐就坐到了，是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完全是看不到。这个应该是小朋友吧？怎么办？哦，看不到对不对？因为啊，因为有些少时候你最近的，你靠过去的时候还有一张椅子，对，他比你们晚。他在这边忙，东区，东区，东区。这个就跟以前的又大风吹不一样的感觉了。对啊，那你带领看怎么找。来，三抢二，来，请各位，音乐。
你每次都靠有人要让椅子给你，让不到的，让不到的，小朋友，哎 ，party 开完了，对，哎，你请假休多久？哇，杨幂淘汰，杨幂淘汰。我每一次都是靠摸的，对他每次都靠人家留一张椅子给他摸，其实摸也来不及。你回去看播出的，人家说小朋友让一张椅子让你摸，他都要摸。对，好，剩两个了，好，谁最后冠军谁就是3000块了哈，加油加油，来来来，决赛了，六哥。小朋友输了不要难过啊！小朋友不要难过，年纪小，年纪小，我是小朋友，这里马祖小朋友脾气那么大，对呀对呀对，小朋友不懂事，年纪小，来来来，把他头摘掉啊！小朋友，小朋友没事，我看一看，还是谁？对呀，请老师带回去好了。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发育太好了吧？小朋友，我有来请起立，请起立，同团的第一个，恭喜你！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也帮你拿起来，拿起来哦！哇，你最强了，你靠最后获得我们冠军，颁奖3000块。老师带领的舞蹈团，对，但是我们到现场还是要放松一下。现场有没有观众要玩我们的不同版本啊？记名字的。哦，来，先谢谢你们。现场有没有人要玩？有没有记名字？要。这边有。老师自己上场。哎呦，好，来来来来来，你是老师刚刚介绍过了，你的大名？郑玉玲。郑玉玲，港星郑玉玲。郑玉玲啊，你是马祖人吗？是，来这边。嫁来这边，嫁来这边多久了？3年了。哦，那嫁来这边感觉怎么样？就好山好水，会很不习惯一开始吗？会多少都会啊。嗯，那现在习惯了吧？嗯，福利很好啊。对，对不对？对，你看那个酒卖得很好啊。真的。观光现在在出也发展了。对，一直都在卡溜马啊。对。蓝眼那个在南竿看还北竿看？其实每一个岛都看得到。什么时候看？大概是4月到7月会比较。啊，它还有季节的。对，没错。所以你要促销观光啊，希望大家都来玩。你是嫁来这里？马祖人。你是本地人啊？而且很漂亮啊，皮肤很好，你看啊。这里的人皮肤都好，又漂亮又有灵气。为什么？为什么？好山好水，是不是好山好水？只要能待得下来，心里都平静啊。是啊，对不对？哦，哪个不是长得漂漂亮亮？地灵人，她以前明明不漂亮，嫁过来漂亮啊。是真的。对，这3年慢慢开始改变。对，你不拿到照片，已经吓死人了。他不，好了，总之这样讲他也不会否认嘛。啊，也是，对。那你在这边是做什么的呢？我在马港开饮料店。饮料店啊，在街上，等一下请你们喝。哦，不，我们休息室在这里下面。OK， 好，等一下送来。不是，一般也是要靠观光客来消费吧。现在的观光客，以前都是阿平哥。哦。那现在驻军减少，现在大家不靠。那你也要促，你也要呼吁大家，我们来这边观光啊。好，欢迎大家来马祖来。其实我们现在是3月来录影，但播出是不是4月？正好是蓝眼泪的季节，对不对？哦，大家欢迎大家来。我猜你年龄应该今年22、23岁吧？哈。哦，谢谢华哥。我说22、23岁是有点早。怎么可能？几岁？40。不可能！不可能！我们马祖人，我们换一个人吧。我们不欢迎那个说谎。说谎？你说谎？你说谎？这个是。是40几岁，你看他都38、39了，他怎么可能四十？你在说什么？你很奇怪。我同学啊，他是40啊。同学，对，同学，你保养好好哦。是哇，你有小孩了吗？没有，没有。怎么了？你单身。讲来颁奖了，颁奖。颁什么奖？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谦虚一点，谦虚。还没开始。还没。
还没开始，而且我们还要派人，我们要派人，对呀，六个没，得六个，对呀，要记名字不是吗？对对对，你看你是眼花了哟，那就谢欣啊，还有我，对对，好好的跟他们讨教一下，啊，游戏还没完，我的记忆力也很好，真的吗？刚刚发下去了，发下去，那我们现在这一趴那玩什么呢？好 ，OK，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想了。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英文名字，请写上去。英文名字哦，对，写好哦。来，请这边先开始来翻，怎么念 ？Claire，Claire，Vicky，Vicky， 简。哦，你在熊猫笔啊 ？Candy，Candy，Cindy，Cindy， 这更好记。Candy，Cindy，Sarah，Sarah， 三个英文在里面。简，你赶快记，赶快记。好，收了，把手收起来，收了，来，请就位。不是 Candy， 不是 Cindy。下来！我都没有让人家讲话的机会。不好意思，我们派出不会，我们派的那个大货车跟你们一起玩。不好意思，连姐。来，五位抢四个，来了，好了，来，淘汰了，淘汰了 ，Vicky。Music Go。他一直讲 Sharon， Sharon， Sharon 没错，可是他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发音是不太标准的。他是先讲出来，因为他讲 Sha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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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on
薛望，马祖强。那如果念 Vicky 要怎么念 ？Vicky， 马祖强。所以你们讲的是什么话？什么平话？普通话。普通话。薛望很太严重。真的啊，我都不懂，普通话都不听。拿个板子给我，薛望。像那种手机呢嘛？手机呢？手帕。球衣呀。球衣秧是什么东西啊？人家有枪嘛？那不好意思，那裁判真的不够专业，原来是福州话。我们淘汰。哎，雪人淘汰。来，更换题目啊，就这四个了哈。你们随便抽，抽签呢？对，抽完奖品。抽签呢？这四个。你。好。好，拿起来。好，一起翻。你看。他不懂。哇。后底下边来讲。后底。胡丽良。绑木呢。十秒给你们记啊，十、九、八、七。前面淘汰的还真幸福，这一炮怎么记啊？上！来，就！高吹，有高吹。
挤掉。直接火一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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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一肉。其实他这样子很烫。来来来来，打超。他是什么？九力娘。九力娘。怎么？你叫什么？九力娘。什么九力娘啊？火一肉。邱阴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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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朋友，我跟他刚刚看到他什么？他好像是因为那两个人在纠缠，他说，还有明年呢，朋友，朋友，老弟娘，朋友，朋友，因为他不知道谁会掉出来嘛，他两个都讲，对，在等那个椅子掉出来，你马上就输掉，朋友，好敬业，很厉害，而且他都记得住，好，对不对？对，厉害厉害，现在。现在三个，最后剩两个，两个各2000块。对对对对对，好不好？三强二啊，三强二，你们要加油了哈！不利的啊，不利的。哎，可是这样他们占尽便宜了。对啊，我们要改一下，我们要改一下。这个语言汤我们没办法。对对对对，回到第一轮，你们的英文名字来，请准备英文名字，英文名字，英文名字，准备有请。你先说出来，他说他什么？他是说他是卷，但是他在喊他卷之前呢，他是先求一娘求卷卷卷，他有先喊错一个，他是卷还是先出来啊？好，没关系，来，请起立，那我们就颁给他最后2000块了。2000块给你，谢谢你，谢谢，恭喜恭喜你，好，恭喜啦。对嘛，来马祖要大家玩的尽兴，对不对？对，大家希望大家都开心了啊！好，我们继续送幸福。对。原来马祖相亲玩起游戏也是活泼又热情啊！果然有好山好水，也就会有可爱的相亲。马祖行才刚开始，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奇在等着我们呢？好的，马祖人少，哎，我们这次来算一件大事情啊，是啊，全村的人来了，对啊，这批学生今天你看一大早就集合准备欢迎我，不要认为我们耍大牌，我们跟他们打个招呼了，来来来，同学好，同学好，你好你好你好，嗨，哎，同学好，同学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师吗？哇，有这么漂亮的老师啊！老师漂亮，几年级的？教几年级？4年级，教4年级啊！哎呀，同学真的不好意思，动员到这么多人。今天除了老师还有谁来呢？还有校长，校长也来，校长来吗？校长好，好，对了，校长，这个瓜哥，校长高规格欢迎也是。哎呀呀，真的，您是什么学校？哎，我们是连江县立中正国民中小学。啊，中正中小学，中正中小学。对，那布条都做好了，有吗？你看，有布条。就竭诚欢迎大集合来嘛！通常都是这样啊，拉起来，拉起来，来来，我来，来我来，来拍个照，哇，谢谢谢谢，拍个照嘛，拍个照，来来来，这边帮忙拉一下，来，谢谢，来来来，拉过去，你看到没有？连江县立中正国小欢迎众议大集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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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王考进康。哎，校长，哎，您这么多学生来，不是欢迎我们的？哎，不是不是，我们是这个年度的这个哈进堂活动，我们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哎，教学活动。那你布条不是欢迎大家不是？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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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们要来吗？哎，我们不晓得，我们这个是，我们是例行性的跟社区做结合的环境教育活动。你不是说全岛都知道吗？哎，他们可能比较偏远一样。你们是在举官过来还是东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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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南竿本地的。啊，这南竿这么大的活动，你居然不知道？哇，这个活动也很重要啊。对对对对，当然捡垃圾比我们。重要多了，简单是了，进餐了，进餐，进餐，同学好不好？好。你们今天有做进餐吗？有。有捡到吗？有。看到我们开不开心？啊，
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就是小朋友学校带着小朋友保育着我们的沙滩，对对不对？对对。其实啊，我们尽量多捡，大家尽量少丢，尽量不要丢了，尽量不要丢了，对，丢了，能减少带到不要了。对呀、啊，那这个就收起来了吧？啊、对，一直拉着在那边。对对对。哎呀，没事，拉起来。对，是你们一年举办几次？我们每一学期都有一次，所以一年会有两次的进摊活动啊。其实会不会越减越少了？会不会？目前的这种话，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应该减少，不会减少。我们是希望朝垃圾减量的方向去走，希望能够垃圾会越来越少。小朋友要努力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要继续的持续下去，好不好？谢谢，还给我糖果吃，好感动哦！不用猜啊，要猜啥？要猜啊！而且猜的垃圾纸不要乱丢哦！所以我刚刚吃进去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继续敬干净，干净，谢谢，不打扰不打扰，谢谢啊！哎，人家不是欢迎我们的，我们赶快喊，赶快喊，继续捡哦！爱护地球，人人有责。马祖的小朋友们把热情用在为地球献上一份环保心力，真的是太值得我们敬佩了。接下来要介绍马祖最引以为傲的运动项目——角力。今年马祖的角力代表们可是在全国角力锦标赛获得14金6银的优异成绩。今天当然要让我们踢馆踢遍全世界的大集合团队来好好会会他们吧。老师好。哇，你这个背景很像拍电影呢，要武林大会了哈、嗯啊。这些学生是学脚力的，脚力哦，脚力的，对，他主要是摔技，对，摔技啊、哦，就直接了当把你压制嘛，对不对？对，没错，不要最简单就是压制就结束比赛。哎，我觉得我们曾经访问过脚力，好像耳朵会常常压到，对不对？要他们那个训练完，因为他会积血，然后一直摩擦，他会肿起来变血块，对，那他结块以后就会变、这个、耳朵就会变形，没有办法解决方法吗？就是它肿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拿针去把血抽出来。哎呦，对，如果晚期的话，可能要开刀。对，因为这个时候要戴安全帽还是头套，一样还是在摔啊，因为一直挤压，因为在压制嘛哈、嗯。台湾脚力运动盛行多年了。盛行很多年，这几年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多选手能朝国际赛去夺牌，然后朝奥运出发。但马祖这个地方发展得快吗？发展得快，我们这几年，我们去年也有一位选手又去比亚运。哦，真的。这么说，马祖对脚力是很重视的了。对，它是主要我们目前连江县推广最好的一个运动。那我们要看看你们的成果了。对，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啊。你看，小的有像小学生，你几岁？九岁。你呢？八岁。哦，你学多久了？两年。学两年了。学两年了，气得有感觉。对啊，你几岁？小女生呢？十二。十二。十二岁。你和脚力啊？对。四年了。两年。两年，睡饱了没？是吧？好，睡饱了。哎。哇，其他都是大学的，还有大学的。都是大学大四的、嗯，大四的，所以有小学，有中学的，有中学的吗？高一，你高一对不对？你国一，国二。也就是说，为什么访问这些呢？他可能从小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有。哎，向下扎根，然后从小就开始培育，是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看他们演练一下，我们看谁可以欺负我们，再跟他们。啊，那就是他们呢。他们先看他说，先看一下，来，我们到这。好，哎呦。好，来，脚力这个场地，今天场地还不错了哈。比较像柔道啊，接着摔，对，啊，这个扛起来举，可以吗？板凳，多小心！哇，球棒也没辙啊！这个三分啊，在冠军里面来说 ，OK， 哦，掌声鼓励一下！哇，哎。还实际操演给我们看呢。如果用武器，来，刚刚是您演那个正义之士，对，专门被打，拿板凳啊，拿棍子啊，拿刀怎么办？
拿到我们当然会先跑了，不会站这里。拿到还抽啊？没有，你看他们拿棍棒的时候，他们手抬起来的时候，刚刚很多情况是手抬起来的时候去压去弄他的嘛。对，那是刀其实是比较危险。危险哦，就尽量不要跟他斗了。哦。但是如果真跑不掉，就面对面啊。对啊。如果你后面是死角鸟，你还跑吗？对啊，还是得。像我选择用跪的。饶了我吧，好方法。他一定有办法克制，他只是克制而已啊。是，你练几年？哦，练十几年。十几年了。为什么中间的衣服有一个是不一样的？对，为什么你穿这一件衣服？为什么你是外套呢？是自己买的吗？还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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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当国手啊啊，国手。哎，奥委会的这个旗帜上去，能讲你的战绩给大家听一下？没有，我是入选。最近那一年的亚运的国家代表队，将来陆陆续续啊，都会代表国家去参加，成为我们国手。因为这里马祖可以说是台湾的脚力的摇篮啊。哎，对，刚刚看那个几个动作，的确是很精彩。这样摔的。对，可是没有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被摔的啊。是吗？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摔。其实前面那两三个动作是你们都可以试。真的吗？你做简单的时候，我看了第一个。你刚刚最第一个最简单的是什么呢？看第一个，像假如。国手，你摔国手，这个动作其实是。哎呦，这不简单了，这已经郭宗佑，你先别再放松。僵硬是不是可以吗？他的下来没对，哇塞，有下轻松哦，下来已经分好段落。你看看张正凯，你看。你就比较聪明嘛，你是摔人，人家是要练变摔，你摔人，你摔人，你就你也摔了，很顺手啊。我们刚看都是大人们在摔嘛，小孩子练的程度到哪里啊？他们就是你们前面撞，类似把别人撞起来往前撞。那他可以对练一下吗？可以试试看。我们没有看到小朋友怎么练，刚刚看大人，好来，他们应该练的。其实就是一个基本动作叫做塔库鲁，就是你们在橄榄球上面也会看到，就所以他们现在练的是基本动作是这个，就是扑倒就对。对，因为小朋友有限制，因为我们怕他们有一些动作做了像过肩摔可能会受伤，手会头也会撞到。那国小部分有限制他们一些动作，让他们做最基本的动作为主。是是是，来来来，那你又对我了啊！找到你找到对手了呀！撞他，把他撞倒，扑倒，塔库鲁，扑倒。可以吗？可以吗？你不要演，不要演呐！还有可以把你撞倒，不要这样啊！我来不及演，哎呦，我来不及演，他有力量的，他有力道的，对。他目前全国三连霸，他三次比赛都冠军，这三次。三连霸，三连霸级组。我想吃他的力量。结果想要站稳的时候已经站不稳了。我现在准备好，他顶不住我。哦，来来，你这次顶好哦，麻布扎好来，真的，加油，麻布扎好，运气运气，几公斤啊？好，运气哦，你也要运气哦。OK， Go， Go， 加油，用力用力，加油！你会喘呢，爸爸你好白哦！我想把他两脚抓起来，他不让我抓，死命抓着你，他不让我抓。哎，你好厉害！那这样子，他对他不过十秒就 KO 了。他这个底盘真的很稳，超厉害。但是说实在的，力量也要用个想法，我这次撑的比较久了吧？撑很久。你面对一个八岁的，你面对一个八九十公斤的，可以这样子，真的很厉害。我才是他最训练最重要的。对。他平常练什么？没人可以，没有大哥要跟他练啊？哪个大哥要陪他练？对啊，你应该要留在这边陪他练。对，重量训练有大哥哥陪你练吗？没有，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人选，好不好玩？好玩。对呀，你要跟我练啊，你起码练一年等于练三年。你希望虎爸叔叔留在这边陪你练吗？希望。希望啊。对。哎呀，他练一年，那就可以等于练三年了。对对对。那你这样弄一下，等于你弄了也三年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比这个技巧，我们比不过他。那当然没办法。我们来比台重量。好。因为他身材赢不过我们嘛。哦，对，是没有赢过你抬重量，对对对对，我想一题目来搬重量比赛，玩个游戏好不好？教练，
赢的话有这个5000块奖励。来来来，救救的。这艘船是马祖当地居民啊，有时候出海还风平浪静，可以近海捕点鱼。哦，近海捕鱼的用船，捕鱼为生啊。重量呢，我们估过大概有150公斤到170公斤。这样子哦。对。哦。那我们接下来有两个砝码。啊，对，两张椅子的。两个砝码呢，就是一胜跟指令差不多。哦。是的，是的。这两个加起来，我跟你讲，充其量110哈。对不对？不充其不到充其量哈。哦，好，所以你这样加起来的话，不会超过270。来，请就进去。哦，比赛原则上呢，我们一队是派出三个，我们但是我们一人呢可以派三个加一个女的。好，好不好？对，他们就派三个男生，我们三男加一女。那你们自己想办法着力点怎么抬。哦，那你们派出代表教练。你派代表了吗？国手，这个国手，那国手，那你是选手？我是他们的学长，学长，你看起来比他们年轻多了。哦，你现在大几？我已经30岁了。所以你毕业了？对，在社会工作。在马祖工作，做刑警。民宿业。民宿业。对。你结婚没有？结婚了，结婚了。哦，那你这样，万一腰受伤，老婆会抱怨了？不会，老婆有了。啊，老婆在哪里？对，那医生起来一点，那让老婆当砝码来，真的？那小孩怎么办？那小孩就医生带，医生带啊！啊，医生，医生抱一下，他给你抱吗？还可以，医生很像妈妈嘛，你看，可以吗？你当砝码。好，请坐。啊，待会都两艘船都一样的啦，我们抬一次，他们抬一次哈。啊，那你们只有三个，我们派哪？哎，郭总，男生的。哦，壮丁，六个就三个啦。哦，对，加一个比较像男的，那就。哦，没有，我准备好了，因为我今天早上吃三个早餐，所以我的力气应该是可以撑。这样可以了哈，我们多一个人嘛。我们就是你的啊，这艘船。要抬到那个红点那个过红线，哎，时间短了就获胜了，好不好？奖金4000块钱，对哦，好不好？三位加油了，来，请就位，来加油，好，一人队要就位了，哎。那个抱小孩怎么又换刘钱抱？我比较适合。哎，在后面也比较好看一点。你看他现在心情就比刚刚抱的好啊。对啊。喂，好了，我们先回到这里。好了，比赛了，赢了5000了哈。那我们三个位置怎么摆？这位置怎么摆？怎么样？怎么在？传100多公里。左右。后面舵手了，那你们舵手。对。哦，你在这边是不是？对。哦，三角台。哎，那你在头？在前面。我在这边抬。哦，你可以尽一份力量。船头就对了。对。船头。船头人家你我问你啊，看不到，你船头力量不一样，他往前顶你往后顶，你就抵消他的力量了。你脑袋怎么就学不会呢？我跟你讲，你头要向那边啊，你一定要站在里面拉嘛。同方向，你就是这样，像抬他往前啊，对嘛？哦，这样会了啊，这样会。哦，了解，你好会教。哎呀，不对。你在教什么？他这样不是挡到人，不会挡到人。他自己的重量都加进去了啦。怎么想？还以为你很聪明，你这样不会撞到。我知道，挖一个洞。不要破坏船啊！哎，不要。哦，对啊，船只搬运谁呢？肩上。开始，走。大腿的力气，他撞到了吗？没事，哪里酸？怎么样？这中间完全不能呼吸，因为一呼吸那个气就掉了，他就会跌倒。对，你知道货物是很重要的，也蛮有力的。哎，我们这个还是扛得起来耶。对啊，速度蛮快。靠我的下半身，脚力，硬举的概念。硬举。我们现在还要搬过去吗？我们直接比赛就叫他从这里搬回去就好了。你这边转一圈就好了吧？对，我们这里搬回去就好了。来，过来这边搬回去，来。啊，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几秒？12秒53。我们来，12秒53。接下来呢，你掉个头，我们从这里搬回去了，船再不要再动一次。好，好不好？来，预备。好，九力队来了，整个船要进黄框啊。好，开始了，九力队，跑起来。我发现你会怕哎呦，吓到了。对，他整个飞起来，他整个去抓船身。两艘船有什么不同？刚刚一艘比较平平的，一艘就能。刚刚那一艘独木舟，这一艘快艇，画面跑起来。这艘
甜，那是双风平浪静。哦，这个要加价钱的，速度比较快一点。速度快，而且中间还有 lucky 哎。好，几秒？八秒四一。啊，完全胜利，就没话讲了。所以表示我们四个人还排不动他。来颁奖五千，来，谢谢，哇，好厉害，好厉害。那学长代表领奖啊。对，谢谢你，谢谢。来，谢谢。那其实这个练重量，这个也是教练也是训练的一种嘛。对，你抬重本来就要训练。对，练腰力，练腿力。对，这个很重要。还有哪些是主要训练的项目呢？抛假人，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有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我们抛假人。假人为什么不重量？对啊，假人有重量，假人一般都在30几公斤。哦，所以他们训练的时候，没有人练习的时候，就是要去训练对脚。我们可以去看看吗？可以，我们可以试试看。来，抛假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特殊的一个训练。它是什么动作？哦，哇，这好漂亮哦！哎，那个人都没有动哎，是他那个第二摔，那个空中的那个弹起来，不是第二摔比较像假人，可是第一摔怎么是比较不像假人摔嘛？对，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做一个正的胸抛，然后往后看，然后抛假人也可以。练得到，可是那你有练过翻空翻吗？要先练空翻，一定要先练动作，要不然谁这样翻会自然下来？对，哦，对，那个要练过的。但是最重要是你要把举得起来，往后摆，对，要抱得起来，然后正面直接往后仰。对啊，所以他才说要练假人。可是你真正跟对手的时候，他会挣扎呢，嗯，好摔吗？也会啊，这是我们每个都要练的，尤其是。C 螺丝，因为我们有分两个式子。啊，C 螺丝。对，然后上半身力量比较强的一个动作的话，一定要练这个，因为这是大动作，你通常抛下去以后可以直接压制，有机会压制。对，刚刚有一个跪的转身动作很漂亮。就是一下跪下。对，他要绕背后来，因为背后动作比较多。他要让这个对手来不及，哎，怎么闪到后面去？对。哦，那你们平常怎么训练呢？我们都是用假人在练习。练习，那可不可以拿假人？我们来试试看。哎呦，这只假人，对，这是有重量的哦。这一只假人，这一位，30公斤。30公斤，对。你们不想设计腿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一个重心的动作，他抛过去的时候，他如果脚开的，或者是下面没有重量，他只有上面的话会很难摔。他有一种像离心力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摔？就是我们抱的时候，那我们直接做一下。OK， 直接抛。哇！我的头都直接你自己要这样哎。对啊，所以我们也要练习养生，要正后的压制。对，来，这个就是往后抛，往后抛。哇哦！哇，那个人会摔得很惨，那电影跟摔跤一样嘛。对呀。哦，哎，我们来体验这个动作好了。不是，我们也没有练过这种腰力，我们怎么摔？怎么摔？我们要当那个人呐。他来摔，我们摔轻一点的嘛，像医生啊。我啊，对啊，我有动作啊。我加盐啊！我你没有看到那个假人刚在空中甩啊？你们这么轻，怕什么？什么轻怕？30公斤差不多了。什么什么差不多？我现在是摔下来怕会受伤嘛。你们呢？我很重，这个不要乱体验吧。我们看到可以吧？哎，你这不要拿垃圾，大哥想做什么？不要干嘛？在干嘛？什么？你在做老布？怎么了？你先。那没关系，他的老梗就是弄一弄就说好，那我们就下一个教练。对，一定是这样。我80几可以吗？可以。帅。你先试试看，真的假的？你先不要说。可以啊，你自己不要受伤哦，好不好？等一下，你扛得起来？你真的过去吗？你摔不过去会压到你。我们摔啊！我摔怕他压到自己啊。对啊，而且他扛得起，而且你是真的要体验。先体验你说，你们都没有来体验呢。不是因为有点危险啊！你真的还好啦，还好，我觉得还好，真的假的？没有在练这种东西。哇，他这个等一下就很卡哦。你要 Q 继续送孕妇了，对不对？没有，就是抓了啊！来，真的假的啦？这我戴个帽子，戴个，把头发弄乱。都要被摔了。对不起，摔了还要戴帽子。来，笑死了。真的啦，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啦？啊，要来了吗？不要了。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这样摔不过撞关，我们就往后上，给观众看你正面，好吧？你手一个抱紧啊！真的讲到了，嘉欣是重量，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啦！你好勇敢哦！真的不要影响我们，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去骑摩托车都希望女生想抱哦，但是你先抬一抬，抬个两次，我们再正式来，可以吗？我要加跳，要加跳几啊？不用吗？你就等于是对手啊，对手不会自己跳哎。好来。啊，我下去的时候趴着嘛，对不对？啊，这边来了，这个不能失误的，这个广哥，这个展开，哎，广哥，广哥，不是吧？你怎么那么用力？不可能的，他真的摔下去，丢到沙滩，太扯了，什么事？不是，广哥，没有广哥，那个人把瓜哥一抛抛下去了。瓜哥在下，瓜哥在下。你有没有看到？摔倒严重了。哇，他根本在，我跟你讲，他刚刚在这边用力一摔，他到沙滩去了。那，瓜哥，哎，你们怎么在这？你怎么在这？哎，你是我啊？我是摔下去就爬起来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刚，我都忘了，我最近在练这个。你练什么？我准备除夕特别节目表演这个。哎，我他抛完你人来，我哎呦吓死人嘞！这么快，你没事啊？这是个秘密，不跟你说。除夕看我们表演就知道。真的假的？所以你没事？哎，那太可惜了吧？啊，不会。所以你刚刚叫是叫假的？没有叫真的，我很担心你人真的飞出去。对，对，对。你蛮狠的。哎，从这边挪到那边把我飞出去啊？太夸张了吧？对，你力量也太大了吧？啊，这是练习的吗？对，练习会把人抛到海滩去吗？哇，如果有这么大力量，表示他成功了。对啦，这个整个重量训练真的是从平常就要训练啦。哎，这只是一个效果，千万不要学哈。谁要学这个东西啊？谁要学网沙的？哎，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小丽姐的。耶！哎，厉害厉害！哎，成功了，成功了！哎，继续送幸福。好哎。在瓜哥体验了马祖脚力队摔人的技术之后，大家决定喘口气，先转移到另一个岛。北竿来欣赏媲美欧洲风景的晴地聚落，马上从南竿搭船到北竿，航程约15分钟，欣赏着离岛的海景，自然而然的心旷神怡了起来。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马祖走走，体验这里不同于台湾的风情。晴地村有马祖地中海这别致的称号，这里除了美丽的山城海景之外，也保留了台湾最完整的闽东聚落建筑，更是来到马祖拍照打卡必去的景点之一。但其中房舍屋瓦的盖砌法更隐藏了值得我们探寻的秘密哦。接下来马上让瓜哥为大家揭开这个建筑的秘密。啊，你站在这个地方看，这里哪里输欧洲？你看，哎呦，你现在想象那个是 F1 赛道，哎呦，对，这个弯道，你看。只是因为房子不像西亚盖的是白顶的，对对对，所以这是闽东式的建筑，哇，别有一番风味，真的非常漂亮。在这边拍照，我认为每一个角度拍起来都像是明信片，对，对不对？真的很漂亮，对啊，一番风味。对，大家真的可以多多来这边观光啊，观光啊。对，我们继续，好，看，好，再走，好想看，漂亮。哇，真的很漂亮，空气又很有 feel 的，空气又不需要冷气，你看为什么会冷冷的？哎，这个晴碧坡的特色是什么？它有十多个房子，就是花岗岩砌成的。对对对，它砌法很多种。现在我们看这个，这个是你看，它没有一定的排列组合。对，好，但它也是挺具有代表性的。大大小小的花岗岩，对，并排在一起。其实看像一朵花，这是花器。哦，这花器啊，那花长不好会变很乱。那个这个杂乱排砌的，也叫做花器，花器也叫做乱器。那闽东式建筑有三个可以分辨，这是其中一种。这其中一种。那其他我介绍完毕，再来分程度。好，程度观众了解一下。哦，还有分程度。为什么有人花砌乱砌的？啊，对对对，有人用这个砌法，有人用那个砌法。要讲清楚了。对，那继续往前走。好。请寄信给我。有人要寄信给我吗？啊，像这栋建筑，你看到吗？跟刚刚花器有什么不同没有？因为它呢是一块一块，对不对？大小块。
不会落差那么大。哦，它好像比较有规则一点。啊，有的圆的，有的方的，有的三角，不会，它都是一块一块嘛。啊，四方形，有棱有角。四方形，虽然这个小也四方形，但这个四方形，但堆起来像什么呢？人。哦。有没有？哎。像人。像个人啊。所以这种堆砌法呢，也叫做人字围排列。哦，人字砌的。刚刚看完花砌，对，人字砌，对。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向观众朋友报告，这是第三种砌法。哎，刚刚看到的花砌、乱砌，一个是人字砌，这个是非常工整的哦，四四方方，有没有？它是一直线的喽。哦，真的哦，这边直立的啊。这叫工整游戏，这个叫工字。工字像个工人，就工器了啊，工字器，哇，就是三种了，所以闽东式建筑是三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建筑就知道啊，它的身份地位不一样。走，这是有分这个富有的程度的，那当然，不然怎么分这三种砌法呢？啊，对不对？所以工字器呢是比较最有钱的人。哦，这是最有钱的，对，真的，哎，所以这算是瓜哥您当初你住的，没有没有，我这怎么比得上？这是属于郭台铭啊，哦，怎么出？工字砌的，那你就是住到人砌之类的。啊，没有没有，我人砌都称不上，没人砌，顶多算住到乱砌那里。你乱砌啊？是啊是啊是啊，你怎么那么谦虚呢？什么叫谦虚？对，那我们你乱砌，我们住什么？里面住秦壁公厕啊？对，都是稻草屋、茅草屋哎。没有，过去真的是有声望。啊，有地位的人，他盖法是这样的，就能分辨出你富有的程度。原来如此啊！是，所以这三种闽东式的建筑，有公器、有人器，还有花器或乱器。哇，太棒了！今天观众朋友虽然没有办法到马祖来玩，但通过我们节目呢，也收到一些知识了。是啊，接下来我们要去上船了。好，走走走。有看到这攀爬在花岗岩上的植物了吗？这个长相特别的植物名称叫做碧丽。碧丽和大家平常吃到的爱玉是亲戚，也可以拿来做爱玉，但因为果胶没有爱玉多，所以比较少见。接下来我们要去挑战台湾最强的部队海龙蛙兵，大集合的虾兵蟹将们要拿什么来挑战呢？走，时机超远的场地，欢迎你们也加入海龙部队。第一位，自我介绍。报告长官，我叫陈炳立。你是不是跑错部队了？报告没有。体弱多病还来海龙部队？弱不禁风的，你可以参加海龙部队吗？报告长官，太好了，可以戴墨镜了。不行，那只有长官可以戴。我说班长。是。他怎么可以穿这种袜子？包长官，他喜欢粉红色。粉红色是，我们是军人，休假才可以穿粉红色，平常不能穿粉红色。包老师，你为什么参加海龙部队？包长官，想要让自己更精壮。更精壮，狐狸体型预备。不懂。起立！你要来这部队是非常辛苦的，如果受不了，要自动退训，啊！爸爸，不要退训！你真的想成为蛙人吗？爸爸是。好，祝福你。下，第三位，叫什么名字？伤兵郭宗佑。不错，体格健壮，这一看就是蛙人的种啊，非常好。谢谢长官。这个也不错。叫什么名字？报告长官，下士于世达。于世达已经是下士了。是。哦。
下次还来参加我们海龙挖兵。包警官，成为蛙人是我的梦想。好，蛙人是你的梦想？是。好，会游泳吗？报告会。过岛。现场干泳。蛙式，蛙式。非常标准，起立。好，相信你很快就可以毕业的。好，走开。报告长官，请问哪里可以买那个暖暖包？太冷了。冷？身为蛙兵还怕冷？你知道你要潜到含着零下几度的水里面去作战，你还怕冷？你跑错地方了吧你？啊！报告，自小体弱多病，下兵黄宇轩希望可以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看不太可能。班长他有机会吗？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们每个人的权利。是，如果这两个月不让他两个月，一个月如果受训不了，自动退训，好不好？报告是。这个我也不忍心操到什么福利品生养不起做了。班长，是这次招包的新生当中还有一半是女生啊？是，报告我们有女兵。什么女兵？哦，没事。干什么？做得非常好。是。来，辛苦了。谢谢长官。来，男生向左靠一步。嗯。好，你好。报告长官，小兵只是龙子林。为什么想来参加海龙部队？因为海龙部队都很帅。你是来这边交男朋友的吗？如果是你，我可以。像话吗？是。班长，这怎么训练的啊？他表现得非常优异。这应该调到康乐队去嘛？是。怎么会在海龙部队呢？啊？你以前做什么？我以前是舞者。舞者。是。来，教务蹲垫背。停，劈腿。哇！起立。不错，挖冰也是要柔软身段。好。哦。你以前做过苦工的吗？啊，当然是。看你的身材，一定是搬过搬运工人了。有。是，咱们需要可以把你搬到医院去。我看你很会跑啊。那个那边有石头，到那去，左边去，右边回来，绕一圈。好，跑步去，服从命令啊。来，自我介绍。我是五妖怪姚蜜。姚蜜，好，名字很好。为什么想来参加我们海龙部队？报告，因为自幼就欣赏海龙蛙队，所以想成为蛙人，可以跟他们学习，有朝一日成为，就是一起努力啦。啊，好，不错。早上没吃饱吗？有。为什么偷馒头呢？我没有偷啊。啊，你没偷？那你的条件真是太好了。啊，谢长官，算我误会你了。啊。大名，报告班长，我是刘璇，我是连长，班长在那边。是，我是刘璇。刘璇，名字取得好，人笨笨的，我很聪明的啊，这个不错，身高也是符合我们海龙蛙兵。早上也没吃饱吗？我吃饱了，没偷馒头，没有，条件都那么好，谢谢班长，谢谢连长，你很好。记住，肚子饿千万不要偷馒头，跟我讲就有了啊！我是，来，整队整队了啊！报告连长，我不怕苦，不用抹防晒油，我也不用成为男子汉，更不交男朋友，为什么不用访问我？好，你已经成为男子汉了。对，你个性不错，是自我介绍。哦，报告连长，我是女兵谢欣。好，不错，雄赳赳，气昂昂。是的，相信可送之才，是的，欢迎你。报告连长，我还有件事情，请说。我有偷馒头，为什么你没有看出来？别开玩笑了。报告连长，你再看仔细一点，等一下。没有啊，没有啊。哎呀，你真的偷了馒头出来？因为我很容易肚子饿。为了偷，为什么偷了馒头还是这样？好会藏哦！而且我刚刚一直把馒头藏在胸前，为什么你都没有发现呢？班长，馒头收起来！怎么教育班兵的？老师，吃饭在饭堂吃好，好在外面随便乱吃。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哎，跑步回来了。那个什么，再带你不回来，一个小的给你。
我叫你去绕石头，你拿个石头回来干什么？去绕那个石头，左边去，右边回，你拿个石头干什么？裁判，右边太深了，水过不去。那个都还没到海，你们说深，你们这是都有理由。我告诉你，能参加海龙部队，那是你们祖上修来的福啊！今天让你们学长好好来教教你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海龙蛙兵。来，欢迎我们学长。好，刚刚我操兵的方式差不多了啊，差太多了吧？不要不要，不要，这你是连长，副长，副长，副长，长。我看这个中间是最年轻的了，哇，感觉体格都好壮。对对，我可以访问他们吗？可以，要经过你们的同意，他们才敢回来。可以可以，可以啊，他们可以啊。是是，有自我介绍一下。朋友，我叫倪成一。倪成一，哪里人？台北人。你是自己想自动来当海龙部队吗？是因为梦想。是，为什么有这个梦想？因为2000万人特战部队是所有当兵所想要最矜持的部队，嗯，想要学各种特殊的战技，嗯，来2000万人一定是没错的。对，当多久了？哦，5年。5年了，有再签下去吗？啊，有有，来掌声鼓励一下，自愿意来。是，真正的蛙人了。结婚了没？啊，没有，还没。那你哪有时间谈恋爱？目前单身。啊，哦，那你没有想要谈恋爱吗？要。那怎么办？把你心声说一下，有没有谈过恋爱？有，有。最后呢？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呢？个性不合。个性不合。那你现在想找到什么样的女生能体谅你？温柔。温柔。是。要不要搬来马祖住？不用。那就你常常回去看她。是。想结婚吗？想。想。好。这是他的心声了啊，还没谈交女朋友，希望能他交到一个好的女朋友。是，你好，大名。报告，我叫柯嘉诚。几岁？我27岁。27岁，当蛙人多久？1年多。训练多久成为蛙人？半年。半年。6个月。有老婆了吗？还没。没想要结婚？有。有。有女朋友。有女朋友了。太棒。有什么话要跟女朋友讲吗？女朋友，等我回去。等你回去啊！等他回去的。OK。你有耐心吗？刚刚忘了跟他讲说，你想跟谁讲？爸爸妈妈还是？跟我家人。家人，家人现在住台北。台北来。爸爸妈妈，谢谢你的支持。好好，坚持有力。真的，真的，这个最年轻的了，感觉了。来3个月，对不对？包在营6个月。为什么想当万人？包因为朋友在这边。啊？有这么好的朋友，为了他来当蛙人，是。那他现在人呢？在第一位。好。朋友兄就一起来了。他是你的好朋友。是。你因为他当蛙人，你就来当蛙人。是。所以平常回家的时候，你还没当蛙人，会跟他聊起蛙人的故事吗？不会。你会跟他聊吗？会。他说他会，他说不会，所以你跟谁聊天？他说不想听。我的意思说，你还没当蛙人的时候。一定有常常跟他聊到，听他讲蛙人的故事，所以会影响到你想当蛙人。是，当初你进来这个当蛙兵的时候，父母亲有反对还是赞成？都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你怎么让父母放心呢？就偶尔打通电话回去跟他报平安。最想念谁？哦，妈妈。来跟妈妈讲一下，妈妈，我爱你。好，感动感动。对，在这个训练过程总是辛苦，也比较寂寞一点。嗯，但是熬过去就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没错，对，这一看就是5年。
报四年。四年。哇，好好好会看，连这个也看得出来。在这边过得好吗？很好，非常好。是有家庭？有。哎，跟着没有。喜欢什么样的女生？能够体谅，体谅，然后贴心，贴心，加上支持。好，辛苦你，辛苦你，哈。哇，两年多，三年，是也蛮厉害的啊。对啊，差不多。对啊，我猜绝对不会猜得很离谱的。嗯，两年三年了，是，也许他算错是两年多。何必这样？没问题，你自己对，对不对？有满三年了吗？还没。你不要屈服嘛！扣掉休假的那种。对，我说两年多，他硬要说三年，这表示真的两年多嘛？对啊。大名是廖宜松，还没结婚啊？目前今年要结婚，恭喜！恭喜你啊！太怎么认识的？朋友介绍。哦，当然体谅你吗？体谅，体谅。你多久回去一次？两个月。两个月回去一次。你回去都干嘛？看电影。带他出去玩。出去玩。都没有出过房间哦。有，出去玩，出去玩。不是，两个很多话要讲。现在有没有想跟你未来老婆讲几句话呢？想跟老婆说，我爱你。好，好，也恭喜你了哈。恭喜恭喜你。好，最后一位了。哎呦，猜要猜对啊，瓜哥。最后一个，最后一次机会。他不会超过十八个月。十八个月是一年半。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配合他吗？没有吧？没有。哎呦，这还看不准哦，我看的还不准吗？对不对？肤色吧。对。哎，而且你看下来皮肤最白，你防晒油是在哪边买的？没有啦，没有防晒，没有防晒。有的皮肤是晒不黑，有的会晒得很黑。真的。像你没有晒也很黑啦，对不对？对对对。大名是，报告，我叫王洪华，住哪里啊？家住屏东。屏东，你成家了？没有，没有。目前单身。你现在最想跟谁讲话？家人。家人，请。谢谢家人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嗯。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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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最重要。是，感谢你们呐啊！有你们，我们就很安全呐。对啊。这个我们海龙部队哦，是一个非常精良的部队。对。那今天刚刚超也是超挺嘛，对不对？对啊。那我想我们可以请他们做几个。蛙人操，我们也来跟着学一下啊！我们哦，你们刚刚不报名蛙人学校的吗？啊，我们是真的报名吗？对啊，对，不是演的吗？没有，有入格啊！有请到官方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来请到那看一下是不是？对对对。好了，不用我不走，我走，想杀了你！杀！哎呦！杀气！放风筝，快做胆子！这个，哇，这很有胆识。我把它拍一下。哇，一，大诺打死，这完全不一样。
谢谢。啊！哇，太精彩，太精彩了！哇，见识到，见识到。谢谢，谢谢。胡哥好，胡哥好。你刚刚看完这几个动作，我想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几个，就是我看只能做那个停腰在那边。哦，脚那个，哦，那个叫那个是打水，打水，打水，仰卧打水，郭忠佑，来，你们三个落个，三个，来来来，有有，仰卧打水，总共做十下，十下 ，OK， 没问题，好，没问题哦，他被围住了，听口令哦，听口令，仰卧打水，下去。你看我脚伸直，我今天打了手，脚伸直，哎，别紧。来，十个刮胡，计数开始，一、二、一、二、一、二、一、四、五、四点五、一、六、一、十、一、八、一、九、一、十。哎，双脚稳住平衡，我等一下喊好的时候，所有人脚放下，然后你的双手贴近你的大腿，哎，所以你现在伸下，好，再抖，好，好，好。好，谢谢。我摊了，摊了，摊了。哎，跟我们三个。啊，现在是我们的刮胡。仰卧打水，预备。倒，倒。啊！脚打直，脚打直，四个刮胡，跟着。一、二、一、二。头抬起来，头抬起来，看得见。二、一、二、一、二、一、七、一、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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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教巧贝，教官他可以下一个动作。巧贝的话，可能因为会有一点一些危险性，那我怕，不怕。你要听他的，你敢我也不敢。那不会，没有办法。他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会请我的弟兄来示范。巧贝的前身叫做后扑，后扑，后扑。我会请我的两位弟兄来，两位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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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扑会是什么呢？有，不，观众开始。女生啊，这个女生的腰比较软的。对对对，刚刚都男生示范，也该换女生的吧？应该可以。啊，女兵女兵，快点，女兵快点。跳的跳的，怎么跳？来提来这来飞的那么远地方不提耶？先往上跳一下。就他玩一个人瘦了吗？要在往下倒的时候，就是尽量让你的后背的肩胛骨、肩膀的位置去小肩，不要让你的整个背。对啊，对，队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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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对啊？往下先往外拍，往外拍，来腰挺起来。对，很好，哎，很好，很好，再错了，有勇气，他前面第一个动作有没有？嗯，对，没错，没错，可以吗？可以，可以，来，是，是，好，听口令。有样子，有样子，好，好看，对。对，我们当不了蛙人，也可以沾沾蛙人的光。对对对，可以学一些他们的动作，比较简单能实习的。而且我们真的看到了蛙人操之后，才知道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在训练，对不对？所以真不容易。所以我们跟他比赛，什么都来不及，没办法。可以跟他体验那海上的，我听说他们海上有个是十几个人拉的，干嘛？像手牵在一起，牵在一起，就手牵手，然后手一样。互相勾着，然后做仰卧起坐的动作。对对对，对，就是在训练跟你的弟兄们之间的默契，团队精神，对，在训练，然后再来就是来训练你的服从性，还有你的抗你的水的温度啊，可能太冷，对，还有可能你要会吃海水，所以这些动作就是在训练。那我们蛙兵们呢，就是在团队的精神这一块，因为如果一个弟兄没有起来，所有人都没办法起来。是吗？这样也很有名呢。那这样我们这个动作，我们就。你们六个弟兄嘛，我们也走六个人，就安插一个一个一个，穿插在十二个人嘛，弟兄里面对，就总共十二个人哈。对，如果起不来就不要让他们起来了。好，等下会跟你们讲大概要怎么做，因为你在做海水，我们是面对潮水的，所以它会有浪，所以你会吃到水。你的头一定要往上顶，不然你往后顶的话，水进来之后回流会倒灌的，所以好危险。下巴一定要顶着，下巴一定要顶。那你先找三个弟兄做给我们看，我们才一起加进去。先做基本动作好了，基本动作来。哦。哦，躺下哦，不要听我的哨子口令就起来。
你们先起立，我们女生先试看，先试。女生试看。对对对对对对。靠近一点没关系，可以靠近一点，嘿。这样这样对哦。听口令哦，一个口令。这个脚不是这样的。一个口令就上来了。我起不来。下颚要抬起来，下颚要抬起来。不是啦，往前看。这样嘛，这样。从下拔，从下拔，没错。从下拔。好来。太起来了！起来要起来，准备起来。蔡小杰，蔡小杰，蔡小杰不要演哦。我烂了，蔡小姐，蔡小姐不要演哦，蔡小姐，你躺下去就进水了啦，可以，蔡小姐可以耶，可以啊，只有蔡小姐有问题，毒死很明显，可以，我们可以玩那我觉得就是六个，我们也派六个，那跟蛙人弟兄六位，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好，那我们就就位了，那现在要中间要安排两个人，我们安排两个人，那就刘璇跟陆。中间你们站好，你这样必须安插两个人。间隔出来，没关系，间隔出来。好，间隔出来，可以间隔一出来，对。接下来的女生要在这边还是男生？都可以，可以。女生好，女生都可以。对，什么事？什么事？突然好冰哦。很冷吗？水很冰啊。有吗？有吗？你去试看，有很冰吗？他是骗人的，对。准备，我脸色白了。哇，好冰好冰，还怪冷的。来，这必备了。那你，你要站在哪里？站那边。站最外边，最外边。然后等一下，等一下，外边另外一个，然后这边一个男生，男生，刚刚是柯中耀。好冰好冰。一个是你的吗？对对对。一个是你的话是要站这边吗？男生。对，男生就站最那边，最外面。那还有一个女生。杨幂，女孩就站这边，这边。好，哎，然后女孩子最外围交给他们。这群虾兵蟹将到底能不能完成这么困难的水上仰卧起坐呢？来，请队长开始。好，来，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后蹲。啊，向后转哦。向后蹲。啊，走去哪里啊？现在走去哪里啊？向后蹲。你看到有训练跟没训练的差很多了，有训练的人不动不拆了，可以退去吗，班长？先扣好，好，底下听我口令，二万人蹲下之后趴下，来，蹲下，哇，蹲下。往前，什么感觉？来来，我们靠过来。很刺哦，很刺，很刺。是水太冰吗？水很冰，对，都很冰，对不对？快麻掉了。讲一下，讲一下。没有知觉了，可是我觉得这体验很感动，我觉得很伟大。那请问一下，挖冰有时候在里面一两个钟头，觉得很冰。所以刚刚长官讲，这是一种训练嘛？这是一个训练，对，一个服从命令的训练。对，对。我们刚刚在沙滩上面做简单的，大家都做起来，可是下去完全没办法。而且会感觉到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力来撑我们，有一种。被保护，然后团结的感觉。可是很奇怪哦，你们在这平地，你是靠自己力量啊。可是这个浪带你一把，应该很容易啊。没有，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起来的时候，浪是往吸回去，吸回去。那我每次要起来的时候，如果浪刚好的话，我就可以。啊，我知道，尤其你游泳，游的浪过来，又把你吸回去了，会推一把或者是逆流一把，这样。我刚看你们整个挖冰都被你们拖到底下去了，对，水真的很冰，对不对？真的很冰。虽然今天有太阳，大家不要以为很热，大概才
18、19。对，今天其实16、16、17度，然后呢，这个水温应该更低了。对，好對辛苦他们，好冷，冷到快抽筋。因为我就要发现 Look 了哦，他也不会演，不是算会演那种的，他真的快跑，真的很冷，一下去就快抽筋那种感觉。对，那我就。爱上做哦，好轻松，没什么，还好。对，蛙人还好。他才真的完全不动了，你就坐不起来了。太冷对。他退的时候完全坐不起来，都要靠他推我们才可以起来。因为他又把他推回去了。对，是，你们再回头看看他们。哇，真的很厉害。最后呢，我们来送一个大红包给他。我们来冲刺赛就一名。如果他们赢了，我们就给8000块钱。好。你们沙滩上谁最会跑？我们每个都很会跑。从水里跑上来到沙滩抢旗子，谁先抢到谁就8000块了。好，来，请就位。现在从水里冒出来跑沙滩抢旗，有5位竞赛，2位艺人，3位蛙人是来竞赛，抢到旗子就是8000块的奖金。嗯，但是呢，我们刚刚听队长讲，他们有一种训练，是藏在水底，突然要冲出来那种的。我们就玩这种，只能留一颗头，对不对？对，没错。哦，那很精彩。好，那听队长口令哦。看我们左右两边，趴下，趴下。我们要这边当噪音吗？还是？好，欢迎，好，预备。只能留一颗头哈，预备。跑起来了，最重要跑到腿软。跑起来了，最重要跑到腿软。我们看谁最快，如何最后跑出来？我都要跑到腿软。我们看谁最快，如何最后跑出来？哎，哇，你满嘴都沙了，沙了，牙齿没白了。哇，辛苦好辛苦，冲上来那沙那好帅，厉害。而且他们呢不急不徐，可以看他们的沉着稳健。对，他跑不是很难看，他都很稳健的跑，就是虽然他不是很快的速度，可是你发现他每个步伐都非常扎实的，让人有非常安全的感觉。那你看没有受过训练的，像郭宗佑跑两步就要腿软，这我们有落差的，真的有落差。吃了好几口。是，队长，你过去为什么潜在水里面只留一个眼睛，像鳄鱼一样？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不要让敌人发现说我们这是一个头很简单，所以我们尽量都会让脸的铺路面只有留在鼻子的位置，让眼睛去观察哪边有敌人有动向，藏匿自己，对，把自己藏到最小的部位。对，没错。那身上还要彩妆嘛，对吧？对，我们经常都会有伪装，或是对进行伪装，或是伪装帽这样子。尤其在那这样在晚上的时候呢，对，没错，你就很难发现你。对，没错。对，好，也恭喜这位哦，拿到我们红旗的这位弟兄8000块奖金了啊！哎呦，个人独得，个人独得。哎，恭喜你啊，你们也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一二三，谢谢波哥，谢谢，谢谢队长，谢谢，谢谢队长，谢谢教官。好。谢谢各级长官对我们的这个活动那么支持啊！是的，对，让我们看见呢，其实我们中华民国的部队呢，其实是每天都在训练的。没有错。尤其是蛙人部队，你看一驻守就好几年了。哎，辛苦了，为了我们大家，大家平常在本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嗯。啊，我们今天生活安逸也是由他们每天呢驻守在这边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们掌声再次谢谢他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弟兄。来。难得来了马祖哈，来，再继续送幸福。今天我感触最多啊，虽然这么大艳阳天呢，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看，感觉是海水是会温的，没有冰的，因为我妈全身都是冰的，所以他们平常训练要泡1、2个钟头，那寒流更不用讲，所以他们的确非常辛苦。刚刚访问各位也知道，他们在马祖可能待2年、3年、4年、5年了，假也不多。所以我们在前方的弟兄们这么努力的捍卫我们，所以让我们后方呢无后顾之忧。真的，我们今天到了马祖，有很有收获。我们再次感谢弟兄们的付出，谢谢你们，谢谢。郭哥，谢谢，谢谢。充满战地风情的马祖，不只有最强的国军部队，还有最硬的必游景点北海坑道，里面有如鬼斧神工般的坑道奇景，以及世界十大景观马祖蓝眼泪，都是观众朋友来马祖一定要造访的秘境。
哎，各位来看一下，这边就是这个海龙挖冰的，有没有？在进坑道之前有一些示意图啦，对，哇，这是海龙挖冰，他们现在整个把艇的在站艇举起来了，这个叫挺，对不对？挺举啊。那通常前面这个位置呢，就是艇长，哎，艇长不一样，所以他有穿衣服，草头的呀，草头。哎，大家可以来近距离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大象做的很真哎。艇长，这边呢？哎，而且艇长的发色比较不太一样。艇长的发色雕像不一样，这个肚子感觉好大。哎，为什么？不要乱碰哎，不要乱碰。不能碰吗？这个碰不行，亲是可以的。那你亲看看。啊，感觉有点靠近我们了。他这个是为什么？哎，你要演多久了？讲到亲，脸还要靠过来，要一个眼蜡像，吓人用的这样。对呀，你这个前面是艇长的，对，艇长没错。哎，你看那个石头，你摸摸看啊。哎，花岗岩的，你看，哦，一凿一凿的，那多硬，坚硬。挖光挖这个挖多硬，真的，真不容易。对，这个就是北海坑道。是，哎，走。北海坑道真是鬼斧神工啊！早期战地士兵们为了保家卫国，建造出这坚固的北海坑道。观众朋友来到了马祖，一定要来见识一下。有这么好的一个夜晚，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要介绍给观众一下。是这个地方，现在各位看不到，对不对？其实这个地方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意大利的蓝洞，西西里岛。蓝洞，哦，这里有蓝眼泪。哎，但可惜蓝眼泪。不是一般摄影机可以拍的，就一般摄影机呢，跟手机其实都不好拍的，都不好拍，都拍不到了。你必须用相机，专业的单眼相机，然后呢重复曝光才可以把它拍到。那就跟极光一样。对，而且你出去还泼水，泼在那个，因为它是个单细胞的东西，是才会衍生颜色。对，打水之后才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现在介绍这个鬼斧神工了，是的，这一个坑道，北海坑道。北海坑道，对，你现在拍过去是暗的，对不对？对啊，我们马上有个神奇的变化了，好吧？什么变化？马上要开灯，各位注意看了，一二三，请！哇！鬼斧神工啊！哇！你看，这个灯都架好了耶。刚刚这小女生都在问说，为什么当初盖这个隧道？因为早期啊，是有炮弹嘛。它像823炮战，它不止打基门，马祖也会有炮弹下来，都有打。所以你船要补给，不然你会被封锁了。你的物资怎么补给？所以这几面几上百艘的补给艇都走这个坑道里面地下化，对，就不会受到伤害。那物资可以源源不断的来巩固了马祖的安全，对不对？所以你看当初挖这个人，这些人也牺牲很多生命，非常辛苦，因为这花岗岩很硬嘛，对对对，才能撑几千年。这个炮弹打过之后，再慢慢再敲啊打的。不瞒您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人参与挖过这个。我们什么？对，谁啊？不是好几千的。对，当然不是我了。是你最有可能的，如果这些人里面，是 Terry 爸爸。Terry 爸爸是报告长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父亲在民国1958年的时候，在这边是特勤部队，野战工兵。是那时候是因为这边已经炸完了，那时候真的要用引线牵出来，人压下去，然后之后赶快跑出来。所以你如果跑到最后的，有可能就对，最后的有可能就是用到生命。话说那么多，我们真是。很感念的先人的这个这个辛劳啊，让我们后人可以乘凉。是我们今天来到马祖，就尽心尽意的为大家介绍。现在我们要登船了，对，我们要去看蓝眼泪。哦，来来来，坐，出发吧，好不好？来上船上。这么难得来马祖一趟，真的要来看看这神奇又神秘的蓝眼泪。虽然今天我们的镜头拍不到这美丽的奇景，所幸这些画面还是有许多专业的摄影师帮我们留下了这一幅幅美丽奇景。玩了一整天，我们开开心心的回到民宿，准备迎接明天的行程了。啊，辛苦了一天，天黑了呢，但是也很充实。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声音都哑了？有。你今天特别用力啊，很兴奋，因为民众这么热情。接下来大家该休息，洗个澡了。不是，洗澡？你怎么带我们来这个什么顶好超商干嘛？啊，要买肥皂、牙刷。没有啦，哦，这个民宿就要顶好了。哦，不是啊，那民宿叫一金呐，就是他们楼下刚好是。哦，真的是超商啊！挺好，民宿这样很方便。不是，我觉得马祖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就是地形，没有那么多人，对，所以呢，整栋呢可以当民宿，那一楼可以是吃的便当店啊，或者是特产店啊，是复合式的。可是看起来很舒服啊，对不对？对，没有那种雾霾的问题啊。今天大家辛苦一天了啊，现在回房间了，各自回房间。好。这民宿很好，有单床的，也有双床的。
而且呢，这位置很好，你们来看。你看，阳台看出去就是福澳港。今天马祖的夜景尽收眼底，睡。谢谢你在我身边，艺人朋友们辛苦了一天，就是希望能和观众朋友共享一个欢乐的星期天。相信今晚观众朋友们也会带着笑意入睡的。让我们期待下个礼拜的马祖续集哦。每周日晚上8点，请准时收看，最精彩的节目都在综艺大集合。没有酸的就不甜。